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四强预测。那导播之前应该也问过几位我们的嘉宾这个预测的一些内容哦。我们先看一下赛程哦，可能有些观众现在可能忘了一下赛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两边的半区各是怎么样分的。来，导播上赛程，14589，对吧？哦，好。首先 ONG 跟 WE 是在上半区的第一轮对阵，胜者来挑战 NIP， 胜者再来往 FunPlus 跟 BOG 来迈进，而下方是 IG 跟 WBG 来打响第一轮的一个 BO5， 后续是 LNG 跟 JDG 跟滔博各自守擂。那第一个 BO5 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还是有所谓的自由选编吧，就是三把优先选编，这个可能我要回去查一下赛程，因为去年没有做官方解说了。那大家的预测呢，就是我们的预测就是10进8 8进6 6进4，预测到近四，应该四位的观众都四位的嘉宾都已经给出了自己的预测了嘛。对，那导播我们是怎么来上，是一阶段一阶段来吗？哦，是一阶一阶段来哦，三个阶段都有了。 Round One 只有米勒认为是 ONG 会击败 WE， 对，那米勒老师你发表一下自己的想法呗。因为我觉得 WE 最近打得很怪啊，包括那个上路微弱的状态也不稳定，然后特别是下路辅助吧，就感觉打 OMG 好像挺难的，然后这个 BO 我觉得会很焦灼吧，这个是挺难预测的。然后还有 FunPlus 那个跟 NIP 那个 BO 我感觉都是比较难预测的。哎，你们都一样哎？没有，我跟 Kid 老师是全部一模一样，我发现了。然后猫猫跟姿态老哥是全部一模一样，对对吧？然后但是就是 FunPlus 跟 NIP 这一轮里面，米勒老师也是一个独树一帜，就是你自己认，就是你只有你认为 FunPlus 会守住自己的上位圈嘛。说后我挺期待，就是还能不能再往上走一走的。哦，因为现在大家都说可能 FunPlus 会比较虚嘛，然后也会有种声音，就是说银河被研究透了呀，或者怎么样。但我还挺期待这种，就是这种少年故事的，可能也是。但因为这个 BO 我觉得还是很难讲。我是预测 FunPlus， 确实我也是卡在这边，我想了比较久。但是打 WE 打 ONG 这点，其实我也有在想，因为我如果没有记错，往往第一个 BO5 过去还有浪一，现在改成自由选编的时候，很少下位圈突破的。对，是的，对，是的，通常就是都要从你要从八九名这个位置启动会比较好，九十名的劣势太大了。因为你上来第一个 BO5 你要先让对面三局优先选边，但我确定一定有发生过。我记得有一个队就是被对面这样子，就是前三轮他优先选边，然后选没有选好，结果输掉的。哦，这以上就是我们五位的一个预测，不知道跟各位观众老爷们的看法是不是类似的呢？啊，当然呢，没有要预测往后的，因为我猜应该我们季后赛进行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应该还会有所谓的饭堂周末夜哦，到时候也会有更多的我们的嘉宾跟解说老师来给大家进行后面的一个预测了。对，本来是想 Q 一下大家直接预测冠亚的，但是就是冠亚的对阵啊，但是想想。我已经给导播发了，其实大家也不一定要来跟导播说，要跟大家想说的说呗。你有没有认为现在已经想说，我认为冠亚就是哪两个队伍打？亚军不好说，表现出自己的专业判断，知道老哥。BOG 打 RNG， 我发对，之前虽然说的是 BLG 打 RNG， 但是就 BLG 肯定在上面嘛。另外一个我觉得是滔博，你觉得是滔博？我也扎一，我也是 BLG 滔博。滔博，猫猫呢？合理，都没有别的想法。我也感觉是 BLG 滔博 ，BLG 滔博，我也差不多。那不行，那我得 BLG 京东。虽然韩养汉。不是，因为你们都滔博，那我得京东，对吧？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最后讲一点，就是我认为季后赛现在的形势是这三支应该是比较稳 的，就是四强里面的三支，后面其实是要区取一，对吧？就是七个取一个进来也穿复活甲，那到底是谁？这个不好说，对吧？其实那个不是区取一，那个是 NIP 跟 FunPlus 的取一。哦，还有下面的两个也有可能，你不能把他们去掉，可能就是那一个半区，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对，但是这么说来，那个一是谁比较难说，但我认为 JDG 虽然最近的状态我也看得出来，不是很好，但看他们调整。